点击观看鹿晗的快问快答。除了歌手、演员、吃播、播主这些已经解锁过的领域，其他最想解锁的职业是什么？电竞选手，因为我喜欢玩游戏，我也想打比赛。假如被空投到了无人区，觉得自己多久能够顺利逃出？那得看有没有人救我吧。无人区的话，靠自己，我觉得一天吧。这得聊得特别详细，你不知道无人区有多大。我以为刚才听错，我以为是，假如给我一个空投。有没有做过什么不愧是我的事情？那我自己出的专辑，我自己的歌。小黄、球球、馒头、二胖最喜欢谁？不是必须选一个吗？都喜欢，都喜欢。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突然年轻十岁，第一件要做的事儿是什么？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先出去踢场球。对。还有一则小花絮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生日吧。谢谢谢谢，30岁了是吧？谢谢。谢谢，辛苦辛苦辛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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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